恭请。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。恭请。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。恭请。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。玉清宝告。至心归命理。欲界之上。泛气弥罗。上极无上。天中之天。玉罗霄台。玉山上经。渺渺金阙。森罗净红。玄元一气。混沌之仙。宝珠之中。玄之又玄。开明天井。化生诸天。亿万天真。无央数众。玄狗利基。维度五常。巍巍大梵。万道之宗。大罗玉清。虚无自然。至真妙道。元始天尊。玉皇赏地弥罗宝告。至心归命理。太上弥罗无上天。妙有玄真境。渺渺紫金阙。太为玉清宫。无极无上圣。阔若发光明。极极浩无踪。玄泛总十方。湛极真常道。挥墨大神通。太皇大天尊。玄穹高上帝。北极玄天上帝宝告。至心归命理。浑元六天。传法教主。修真悟道。嫉妒群迷。普为众生。消除灾障。八十二卦。三教祖师。大慈大悲。救苦救难。三元都总管。九天游历史。左天罡。北极右元大将军。震天助顺。真武灵应。福德衍庆。仁慈正烈。协运真君。至是福神。玉虚师相。玄天上帝。金阙化身。荡魔天尊。元始天尊说真武妙经。本卷二十。元始天尊于龙汉元年七月十五日，于八景天宫上元之殿，安享五云之座，与三十六天地、十级真人、无量飞天大神、玉童玉女、侍卫左右，一时同会，鼓动法音，天乐自响，大众欣然。闲听天尊说无上至真妙法。是时，上元天宫东北方，大震七声，天门忽开，下观世界，乃有黑毒血光，汇杂之气，悠悠冥冥，从人间东北方，直上冲天，盘结不散，大众闲惊，默然不敢一问。实会中有一真人，名曰妙行，威德充沛，诸天尊仰，跃班而出，执简长跪。上佛天尊曰：况此境清净，太阳道净，何得有此黑毒之气，盘结冲上？是何意因？唯愿天尊至圣，为众宣说，绝其疑虑。天尊告曰：汝等妙行，能为众生发问事由，汝当复作，静默安神，吾当未说。天尊曰：下元生人，皆秉清净因晕真一之行，昔备三万六千神器，伏为其身，今以阴阳数尽，劫运江中，魔鬼流行，信从邪道，不省本源，铲求于浮，昏迷沉乱，不忠不孝，不义不仁，好乐邪神，导计魔法，今为六天魔鬼王所伤害，或老或少，或男或女，未尽天年，横被伤杀，本非死期，魂无可托，鬼毒留盛，死魂不散，怨目上冲，盘结恶气，汝当自知。于是
妙行真人与诸大众，闻是说已，心大惊怖，欲请天尊微光，暂降下方，收除魔鬼，救度生人，拔尽幽魂，去离邪横。大众怀疑未敢，天尊告曰：不劳无威神，此去北方，自有大神将，号曰真武，步众勇猛，即能降服邪道，收斩妖魔。真人上佛天尊曰：不审此位神将，生居天界，修何道德，唯于神将。天尊告曰：昔有敬恶国王与善圣皇后，梦吞日光，觉而有身，怀胎14个月，于开皇元年甲辰之岁3月见辰，初三日午时，诞于王宫，生而神灵，长而勇猛，不统王位，唯悟修行，辅助玉帝，誓断天下妖魔，救护群品，日夜于王宫中发此誓愿，父王不能禁止，遂舍家辞父母，入武当山中修道。42年功成果满，白日登天，玉帝闻其勇猛，叱振北方，统摄真武之位，以断天下妖邪。真人上佛天尊曰：如何得此神将，入于下方，收除魔鬼，救度群生，免遭横死，日有所益，福愿大慈。天尊遂其所请，天尊乃赤幼时玉童，持照真符一道，径往北方，召其真武神将，其神蒙召，不领神众，径往天尊前长跪：臣已奉玉帝敕命，为镇北方，今日何缘得睹此言，特蒙符召。天尊告曰：吾于上元宫中大会说法，呼下方黑毒怨气冲上天界，大众咸惊，汝宜往彼，收断妖魔，拔祭魂爽，真武神将，敬奉天尊教示，乃披发显足，踏腾蛇八卦神龟，不领30万神兵，巨求狮子，毒龙猛兽，前后倒从，其道下方。7日之中，天下妖魔一时收断，人鬼分离，冤魂解散，生人安泰，国土清平，真武神将与诸部众还归上元宫中，朝见天尊曰：昨奉教命往下方收斩妖魔，仗慈尊力，乃于7日之内，天下邪鬼并皆清荡。天尊曰：善哉，汝等诸神得无劳乎？于是真武神将乃交前不斗魁罡击指，上左天官而作咒曰：太阴化生，水位之精，虚为上应，龟蛇合行，周行六合，威慑万灵，无忧不察，无怨不作，劫中劫始，减拔魔精，救护群品，家国贤明，树中卧甲，妖气流行，上帝有赤，无故降临，阐扬正法，荡邪避兵，化玉离照，邪赞中兴，敢有小鬼欲来现行，无目一世。五岳催清奉礼咒曰：太初太易，无相无形，莫知重浊，直变清清，无余混沌，分其昏明，天德以见，地德以明，民德以养，物德以蒙，邪德以正，神德以宁，三才之内，万类咸亨，太普祭散，
仁义乃心，礼乐祭作，奸邪私行，六夷祸失，四民有争，上不宽恕，下不忠贞，或魔或鬼，或妖或精，自横荼毒，干扰生民，全家疾患，累岁官刑，财物耗散，骨肉伶仃，性命往事，灾祸相迎，会杂之气，上达天庭，天尊有命，令予安平，有妖皆减，无鬼不烹，瘟疫之力，束手扶婴，鬼精灭爽，邪魔摧清，吾有十万力士，五千万兵，天上天下，从无降生，惧我者灭，奉吾者生，恶吾者辱，敬吾者荣，礼吾者受，非吾者轰，吾有子令，人鬼咸听，急急如律令。又咒曰：北方玄天，杳杳神君，一千变化，玄武灵真，腾人到地，驱雷奔云，对仗千万，扫荡妖分，雷公侍从，玉女将军，鬼神降服，龙虎前奔，威震五岳，万灵贤尊，鸣钟击鼓，游行乾坤，收捕逆鬼，破碎魔君，除邪辅正，道气长真。天尊告真武曰：自今后，凡遇甲子庚申，每月三七日，以下人间，受人之教忌，察人之善恶，修学功过，年命长短，可依无教，供养转经，众真来降，魔精消服，断灭不祥，过去超生，九幽习对，见存祸庆，天下和平。二十，妙行真人与诸天地，无量飞天神王，真仙大众，闻说莫不欢喜踊跃，一时作礼赞叹功德。我等今日蒙大法利益，请于人世救护众生，令得免三灾患难，个个受持，稽首奉行真武神将，再奉天尊教敕，永镇北方，奉辞而退。元始天尊说北方真武妙经中。